你这录的时候就不见了？嗯，我看到有录没？不，我看到有不见没？完了，搞死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真的是那个。那有问题，就证明你真的有问题。你要死了吗？我去啊。开始撤退。好难的这个游戏，我从来没玩过，以后就玩了。好难，这游戏。
好不容易。那传说对决我没有玩。拍下吧。我那你跟他，你跟他们，你跟你粉丝讲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玩传说对决，以后都不会再玩了。我对，我从来我也不会玩这个游戏，我只会拍一次，这一次影片，最后一次。这个看就算了。嗯。好难，太多人了，他都是没有命，我头。你看，是。行，我都有帮你，不好意思。好难啊，嗯，我知道，太干了，我是不会有时间了，他这个玩你左边去还是退后，左边去退后，我给他，然后走路先，他不敌我，我是，就是他的那个，不管自己有没有，我让你走路走完，那开枪还是现在我输，不过你看，现在很热。很热啊，
给我打个死，我得去死，就是躺在地上来就是。我讲的是石佛，你有病。就是太浪漫，就是我。